我还是把侧板打开好了。那里面的人，我看他在线上。他去上厕所。哦，好了，来了。Okay.哦，天哪，才2700耶，好惨哦！终于2700，我的分数啊！诶，你看，你都已经要3400了。但我想说奇怪，你怎么还有2700？啊，就是我玩的次数比你们少啊，而且少很多。因为你们刚开始那一两个礼拜很恐怖，哎，有时候打到天亮的那个。啊，那个真的太扯。而且你们玩那个大半夜的人很少。哦，那个分数会加比较快。对啊，吃鸡的分数应该加很多。准备吧。还是你还没好？你还在扒你的侧板吗？我还没看一下梅子，赶快换一下。把那个交通工具换掉。其实我觉得摧毁背心好难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会穿背心。不是，是你知道那个倒地的破坏背心好像不算。嗯。不是要在他还没倒地之前就破坏背心。哦。就有时候他背心还没坏，人就倒地了。对啊。然后有时候 AI 根本不穿背心就冲过来了，这也是一个问题啊。我之所以会叫军哥去，一定要拿那个钱啊。除了是说公司该给的没给以外啊，因为我认识这个人。这位老板，嗯哼，他就是不管怎样，他一定要占到便宜。他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他都一定要赔人家。敢，那真鸡掰！我真的很堵拦他这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叫军哥说，如果可以要，就一定要去要。今天如果我认识的老板不是这样子哦，我就想说，哦，好啦，算了，没关系，这样，我真的可能会跟他说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因为我认识的这个人，就是这种鸡掰个性，很鸡掰。他，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你讲过嘛，那个我同事要离职，啊，那时候刚好卡到那个，好像是那个228连假，不是有那个补班吗？嗯，对啊，他好像在他离职日好像是在228之前，嗯，啊，可是那个补班是不是那个礼拜六那时候嘛？对，前面的礼拜，而且是前面的礼拜六，嗯，也就是说他应该礼拜六不用去嘛，因为他228之前就要离职了。对，对，所以他并不会放到228的假。啊，他也是刚熬228吧？不是，是他后来好像他还是有去上班，嗯，然后这样是不是要多给钱？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你虽然说你好像不。你这样实际算应该不会算到228那一天，可是因为你补办的关系，所以你会补到228那一天吧？对啊。然后说那个同事很这种几块钱也要跟他计较这样，然后我心里的 OS 就想说，你一个老板竟然讲出这种话，我真的觉得很不应该。块钱？那他几块钱也要跟他计较？对，我是说。对员工来讲，那个是几百块，
可能是一餐两餐甚至更多的生活费用。对，你说你的员工跟你计较这些，我就觉得给小啦。因为就我认识的这个人哈，你知道之前有时候我是怎么样吗？在开机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刚换裤子，换工作裤，他可能看到了。然后他就叫我主管在问嘛，然后说啊去哪里买的这样子，然后说哦好，就只是家乐福买一件那个399的这样子，然后过没几天啊，我主管就说他换裤子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说啊换裤子，他就说就是跟你类似的很像啊，啊只是就一件那个将近1000块的那种，啊我心里想说又怎样，我是很想回说又怎样。这也太无聊了吧！比这个，我工作只是要穿的舒适，然后说要多个口袋这样子。那个你知道，就是裤子接近大腿的地方会有个小口袋，说可以再多装一点东西这样子而已。然后你在那跟我说啊，买了一件更高级的裤子，干你娘嘞！有什么好在那比这种东西的？这老板太无聊了吧？有趣吧？太无聊了吧？天哪！明明性质就不一样，你是拿来穿来休闲什么的啊？我是拿来穿来工作的，你这样也要在那边讲说啊，买了一件多好的裤子什么的，太无聊了吧？天哪！我开始觉得他有点可怜。对，我真的觉得这个人非常可怜，你知道？干太无聊了吧？你知道那种钱哈，我真的觉得他没人帮他管钱啊，然后一点小钱就说员工在跟他计较这种东西，然后我不是跟你说他自己被我们会计那个嘛掏空吗？嗯，被我们会计掏空那个整个不知道上百万的东西，他自己在那边讲说啊，然后就怪我另外一个会计说为什么不监督他这样子，干白痴哦。干，真是智障了，不做我再说。所以啊，我就说啊，叫军哥一定要跟他争到这笔钱。对，应该的。太鸟了，真的，什么烂东西。你不要 MC 哦，我有了。好，想说你都站上去那条。群哥没有回我哎，老爸是不是在忙？我没有进，我完全没捡到进，好奇怪。那只有两倍。没有进，我真的不会玩这游戏，怎么办？好，好了，有红点。有人狙击的吗？我拿 SK。那等一下脸颊垫给你好了，反正我还没捡到。哦，好啊。我叫下个 AI 跑过来了，我是不是有错觉？还是他舒服的声音？嗯，应该是我的声音吗？好像没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去 Camp 碰好了。
反正东西就捡差不多。蹦。卡蹦。好，走，去 camp 蹦吧。果然是不 camp。风头在260方向。应该差不多600公尺，五六百公尺左右。如果现在连个镜都没有，没办法过去打。Boom。觉得这场的雾是不是跟外面差不多啊？外面。我总觉得是不是这几次改版下来，有点稍微会有带有天气的那种感觉。雾变大了哈。对啊，是我错觉吗？哦，你捡到一个脸颊垫。费劲，费劲。蹦。等这里有人。是有人，因为你们距离我一段距离。好了，六倍镜。酷，很好啊。哎，卡九八好了。哇，其实我还没有清，就是了。哎呦，两倍。这有一个四倍，这有一个四倍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过去捡。在外面嘞、欸。好。哥有狙击枪吗？加长有啊，我 M 四。嗯。还有加长跟一堆急救包。那些急救包好多，我不太想捡了。我立我的、欸。我刚才我有七个，我就把它丢掉了。我三个我都觉得太多了。啊，在圈边。哦，前方，240度左右有人丢空投，有人打空投枪。对，240度。哇，这一场又有好多脸颊垫，我都觉得。你说那种道具分布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有加长快抽也不少、哦。哎、欸，有人在打里面啊、哦！我听我刚刚消音的。我知道。但我任务打头，但是。哎、欸，这里很多两个加长快抽，看有没有人用。哦，他有消音器 SKS。狙击一枪消音器吗？没有一般的消音器，不过我有狙击枪消音器， oh. 你可以来换。哦、oh. ，OM 是用消音好了。来吧，来吧，这里，在树附近。没事吧？哦、oh, ，这边还有红点呢、欸。哦、oh, ，对，它有红点。没事吧？
想想，我好像也可以换 SKS 来玩。可以啊。对，有个狙击的加长快车，这个也要有。这个，很舒服，你要不要？我已经有了，我已经有了。我们在圈边哦，在说圈呢。嗯，总觉得还有人。嗯。好多四倍镜。对啊。好像有水鬼是不是？哦。不得。哦，两倍镜。哦。哇，你把我头打掉。我也想打头。嗯。有任务叫我打头，打不到妹妹就怕头。是打头算好好打哦，先来喽。那个手枪不冲，冲锋枪消音器。嗯。走，快逃！看这个圈要往北收，要往南收好了。其实我在想，在等那个圈收，这好慢哦，是我们太早跑了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锤之握吧！哇，他直接往中间收哎，对，有点嗨。好啦，就直接跑圈吧。有欧多拜，这还好，现在应该不用车子哦、喔。不用。这里刚有人叫空投，不是刚刚、啊，算。再上一个圈，请你。老卡，看，北边有枪声哦，应该在这里。长或宵夜呢、啊？你拿什么？步枪的。步枪。那我有一个步枪的消音器。消音器哦，好了，加钱。我是想说，还是因为我拿 QB， 好像有人哎、欸，后面有人，外面。这个六倍，这个六倍哦，加一个，好，在哪里的呢？我过去了，我看到房子里面，房子里面，小房子，对。啊，诶，好像有人。诶，在哪里啊？啊，你说这个，这个。哦。
OK， 哎、欸，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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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哪里啊？哦，跑进去了。到旁边就没看到，三级亏、欸。你换啊，就是不想打头。敢，可是我任务要打头。Nice piece， 好像还有一个脚步声，是不是？任务好远，啊不啦，缩圈圈缩得好远。烤猴子的，对，补一点子弹。好了，走了，赶快跑了，这个圈要赶快跑才行。三十秒，对面三头会不会？对面三头还好吧，应该还不会。有十七个火力。跑圈人生。哦，正前方。就在山头上吧，有看到了。有，没看到。方位七七幺。就在那个山丘上。不过看起来他是在打，对，应该是防止他附近的吧。全来了，他应该下山了。哦哦哦，这一把是什么？好像是 MK14 哦。确实是有连发那么快吗？有，他连发得很快，只是也要压枪，所以不好。这里有一台 auto bike， 对。看起来在防，不对啊，应该不是在防区哦。哦，有有有，这边有人，我看到了。在哪里啊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他有，他有队友。两个在 NW。就感觉像 AI 啊。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 AI， 两个是人。刚刚的，刚刚很像空投枪的那种。你第一个那个很像空投枪的声音呢，真的在这。有啊，有人哦，他在动，应该看到我们了。跑到 NW、啊、NW 空投箱旁边，这里，这里。其实我还蛮担心有人从下面摸上来的。你们两个顾一下前面，然后顾那个防区那边。好、哦。投箱旁边。跑到300了。看到了。二五那边有人哦，要小心，我还看不到。哦，他在盯我了，盯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方位。
250。二五零。看到。妈的，再出来啊！干。他们两个两边在打架。没有，然后245那个两被两边夹。对。因为刚刚300度的那边 是往南走，所以他们就被直接被夹了。啊，圈在他们那。还有40秒。连狙。先跑，先跑。我们被。被压。在哪？看不到。哦，靠腰。爬进来吗？你在哪？可以啊，弟弟救我了。起来就直接跑了，直接。来了，有人来。哦，干。170。那那 MK。我被另外一个打了，你们直接跑，你们要直接跑。好，舒服，你打一下就是跑了。好，跑跑跑跑。再说。弟弟，你跑错边了。对，我刚刚也发现。书那边有人哦，左右前方，等等，正前方，正前方，差不多330，差不多330，对对对，你往这边看。哦干，对啊，2625啊，没有没有，我是在跟弟弟讲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对对对对，他绕过去哦，他绕到28290，290那边。你要看，哎、欸、呀，他到底有没有看到你啊？啊！哇，被另外一个看到了。嗯。我看不到刚刚那个房。南边房子的直接被点掉，你要300多，然后我就探头出去看，结果就被打死了。300多、哦、什么？然后啪！对对对对，300多，嗯。你想说我被打都是27多，诶 ,300 多，难道然后就。难道啪。难道。哇，这雨好大、啊、我天哪、啊。嗯，从早上一下到现在。早上。还好，下午比较大。有台风。哇，气温下跌至20度。哦。太棒了！秋天来啦！真的好感动哦。欸、今天真的出门会冷的、欸、我已经两三年没有感受到这种九月就开始凉的 feel 了。大家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感受了，就是出門就之前都是到11月都超、哦、还是超热。对。都不太热几点？然后冷的时候要到2、3月，难道今年会是超冷的那种冬天？那就是一个好冬天，就会下雪、会下伞的那一种。有啊，我有一年生日的时候刚好下线。
秀下限，秀下限啦！好像要跳 Alpha 哎、欸，我有每周要跳 Alpha。Alpha Go， Alpha Go， 咦 ？Alpha Go， 青苔塔巴。Tabasco， 塔巴，塔巴，他就叫塔巴。哦，有一二，要人哦，两个，真假？对。哦、那来不及了，我开散了。要在哪里？有吗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一二三个。啊，他比我们早落地耶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那要怎么办呢？干，前方两个降落在同一栋。干歪了。他要跑过来了，两个在这。他在隔壁哦。对，没错。啊。我靠门。我没听到声音呢，忙就不见了。这边，他要抵下去了。这不是在 AI 吗？咦，他刚刚那一个呢？有他跳，有一个跳上来。啊！对，他刚从屋顶上跳一下，打你啊！很像 AI 啊。对。我觉得我们要一起压到隔壁去，这样才有出路。隔壁那两？有，他过来，他过来。哦，干到啊！右边有人来了，我跑出去了。在这一栋。哦，干的，我怎么进去？那一楼还是？他是在那一栋，那一栋那个屋，那个房子里面。靠腰啊！没事吧，没事吧。他在救他队友。我干！他底下，他底下，底下，底下，你可以看得到哦。这一栋有人，这一栋有人，这一栋还没死哦。我现在看了这一栋，这一栋。要看，哎、欸，哦，倒了，我去把他补死。他应该还有队友，小心。我先救你哥。去哪了？看不见了。有没有地方可以补啊？这个巷战。
我们刚刚是打死三个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有一个应该是被救活了。嗯。你们都可以吗？我有急救包。Oh, OK。我进去看一下。好像有吗？好像还有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刚刚是倒地，可是只是。有点奇怪，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就只看到三个降落伞？对啊。那我们现在杀三个啊，没有错。对啊。现在有人跟他跳，可能有一个跑去跳 bookcamp， 或是有一个人看情况不对就跑了。不可能，他们三个哎、欸，他如果真的看不对，应该是四打三还比较有利一点。反正我们就位置先不要离太远了，以尽量都支援得到的位置啊。哎，这有个空投哎、欸，很近。哦，去吧，去吧。去捡看看好了，帮我 cover 一下就好。好。好的，什么枪啊 ？AUG， 我拿了。Oh, OK， 好。Good。那房子我都收过。哇，全建往我们这边说，实在是有点尴尬。可以上这里啊，或者是去后面一点。因为没有说，没有说圈，我实在不会跑圈。有人有没有二级甲的吗？在哪里捡哦？我有。哦，我二级甲快爆了，应该过去拿一下。在外面这一栋。OK。干什么都被禁啊，有个麻烦。我这里有一个那个啦，那个红点，看你要不要用。哦，好啊。哦，好了，谢了。有看到空投吗？我刚刚没注意看。哎，应该有人叫用空投枪哦，因为这个看到他那个两台飞机。哦。应该是有人用空投叫一把。
经过这样一打架，觉得很穷。对。那没什么可以丢的东西啊。一开始钢枪的缺点就是这样，你会觉得很穷。那不行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这个没有手枪的消音器啊？有，我真的有一个。哦，我跟你换吧。我拿 UMP。大家都 UMP 吗？真是穷翻了。而且没有狙击枪哎，我没有，更没看到。对啊，超穷。来啦，我看下面。觉得我们去这里吗？哈提吗？哈廷，我觉得哈廷应该有人，我觉得应该是去这比较高，或者是到后面一点，然后等人死了差不多再出来。可以啊，我是觉得该离开这了。对对对，因为这边一定没人。然后这也没资源的，往背面跑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还是得往北跑。对。就沿路收过去就好了。啊，酒吧。这其实 AI 的量也不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有三级包哎、欸。我有了。有，因为我刚捡空投了。哦，我刚捡了一个邮差。我发现一个严重的事，我到现在没有一罐 booster。我有一针可以给你。哎、欸，对，我有一针，我有一针，我先打针好了。啊，有了。QBU 先来用好。没有。怎么有两台飞机啊？是又有人叫是不是？应该是。一般的空投在85度，在山坡上。如果没有进啊 ，QBU 没有进的话，就只是 QBU。有 QBU 吗？我需要 QB， 我现在手上拿的。哦，因为我到现在只有 AB。没有进哦。对，我没有进。六倍之四倍没有。走。刚两个空投掉在哪都不知道。一个我只抓一个在85度，应该在这附近。那是一般的，我标那是一般的。这里有 boost。好，行。哦，有巴拉哎，太好了！有看到吗？继续往北吗？
要去我标那里吗？对啊。哦，看一下圈在哪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圈缩哎、欸。30秒，先收，先收那个30秒再跑。我们还是要赶快找点镜之类的。看我旁边有人在打药。刚刚又有人叫空投枪是怎样？哎哎哎哎哎！大家都有，这里有六倍，这里有六倍。哦好，我这一栋。这一个四倍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、哦、六倍、这个、六倍。对对，旁边那一栋的。好。好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要收圈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这个补偿看你要不要？我有，我有。OK， 好，走走，进圈进圈进圈。接下来就是跟山上的那一群。前面有人打，我靠！前面有人掉。他是在丢在山上吗？好像不太像哎、欸。啊、嗯哦，那个人也是空投枪啊，而且这个人我们有对过。啊，掉在山后面。对啊。这是在这。哦、嗯快。有，已经听到枪声了。我这边还听不到哎、欸。对，微微的，刚刚在空投的那个地方。啊我看到刚刚那边有人把灭团了，剩9个，所以可能山上一队刚空投的一队。哎、欸，有人啊，有人，对，哎、欸、呀、欸，你就要去山上吗？还是在这边？去干那群打空投枪的人？要绕还是要？嗯。补偿器，打空投的话，我们就往上下跑。有补偿器啊。往山上的话是去哪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们往山上跑了，往山上跑。等他们往山上跑的时候，再那个。OK 啊。对枪比较有势。对，我们这样进去很糟糕。从侧面会不会有人啊？应该现在剩3个了。他们应该也从另外一边上山了，应该是。我打个药。啊，全有全全往下说啊！我们从上面过去了，从山上过去。叫声音呢？他们现在还在打的意思是，现在是两队。要直接下去吗？因为他们在打，等于是说321吗？他们应该捡了2个。圈缩了，所以一定要下去，一定要下去喽。房子，我觉得房子的几率很大。有看到在石头，在石头房子前面的石头，他在那边绕，在打我们吗？对对对，我打中他一枪，跟他互换了一枪。ISKS。2个。哦，叫你小心，你那里没有掩体，是最讨厌的。当掩体好了，干。弟弟有救到吗？有。
这有四背景。狙击枪小武器。我先把自己补满。好，我冲，我往圈内冲。丢了人烧瓶，看到了。我看，妈的，怎么又是这一个？对。他们两边在对打、啊。嗯，我打了另外一个。那个是在95方向哦，所以你要小心一下。哇，一个拿 M249，房子里面。靠北。我要圈边。房子里面吗？对，他在我前面的那个房子。这一栋，左边的。OK OK， 是吗？就我前方的。左边还右边？你就跟我说左边右边就好了。不确定，因为我刚刚是在第一前面那栋，我前面那栋开刀。我干！在哪？在后面，后面房子后面，赶快过去，赶快补他枪，他在打药，他在打药。对，就那里，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。哦、果然笑到最后啊，人数又是笑到最后啊。这个很强哦，因为他刚灭了一整队哦。对，我刚好看他灭一整队。那个，我们是人数优势碾压他。没错。好，人数优势才能笑到最后啊。而且舒服打中他好几枪啊，所以我才说你要赶快去打他，因为他一定会 跌下来打药，因为他判断他的血量没有办法再跟你打。对啊，不过他应该是一听到脚步声就知道完蛋了，差不多，因为 他应该已经残血了、啊。他那个血量一定很长的。哎，我觉得给经验卡都不知道做什么。给经验卡充等级啊。那个的奖励是什么？等一下我想看。这个。太多了。Light Pass， 其实我还蛮希望说，比如说有一个五等的升五等的那个 Light Pass 升五等的那个经验，这样我就可以直接有一个 ORZ 的图了。ORZ 的那个表情，这次登录就有了、啊，能记得每天都登了，对啊，第九天的时候会升五等的。这里吗？嗯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应该会很多人。你怕拉太远？嗯，豪宅要吗？豪宅应该这里吧？没、事吗？对啊，跳豪宅好了。这豪宅啊、哦？在旁边圣、哦、对对对，圣马丁旁边的，这也是好玩的地方。哇！我已经对那个学校的恐惧症了。
军哥都没有回我。你爸去吃好料的？有可能哦，跟大嫂去吃饭吗 ？Happy Friday。他现在每天都是 Friday 啊。天天都是，那就是 Happy Every Day 啊。哎，真的很难得放假了，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这倒是真的哎，我今天我戴那个手套，我觉得很不舒服，因为我戴一整天。然后有人跳圣马丁吗？圣马丁的几率应该很高。我没怎么看到人，好像没有，我往后方看看不到。都没有看到啊，看到人。面对于豪宅的想象力还真是贫乏，长一样。这豪宅里面摆满医疗包是怎样啊？我已经捡两个医疗包了，还没有枪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！这不是豪宅吧？这是医疗站吧？你还楼上看，你会觉得我四把散弹，这也太绝望了吧！哇，第二个三级包！哇，捡啊捡啊捡啊！直接叫我医疗站好了，我现在身上好多。闪击包。你有了。啊。哎呦！啊！我去！弄不昂包，我要往圣马丁那边靠一点过去。可以啊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往圣马丁走、欸，因为它有一部分是在圈内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收去很久，所以我是觉得先收一收没关系。东德安，猫，猫，来了 ，AI 来了，在隔壁这边。有吗？哦，还有一个往你们那里跑了，在这个方向，看一下哦。有吗？哦，有了。嘉颖，他跑去找你了。我看，我在这儿。好，好热闹。这来了，从山坡上打下来了。大背景，酷。有人要六倍吗？哎，信号枪。啊、哦，我要六倍、哦，我要六倍。信号枪。我丢在这个仓库这边。
欸，再来个三级包哎、欸。哦，好哦。滴滴来钱包。哎、欸，舒服哥减六倍吗？还是刚刚滴滴减到？减了，我减了。嗯。在这栋小间的这一间。哦、嗯。好了，我们往圣马丁跑好了。嗯。没有 boost。哦，哦，二级头。跑掉哎、欸！看，嗯，开个枪声声，对啊，靠背他越打越多枪子啊。哎、欸，这有一把 SKS 哦，这个尸体。我拿 SLR 啊，那你们？因为我也是 SLR。可陷入两难。我用卡酒吧好。不容啊，奇怪。这我都没看到啊。这里还有70%五六，看有没有人用。又一把 M20，那就我这次拿双连狙好了。这有八倍镜。啊，等一下我去拿好了。
这方向有个人。你有找到吗？那你有点吗？没有点。有啊，有在这栋，这里看到了吗？哦、OK。红区哦，再动一下。找到了吗？又一把 SL 啊！这么多 SL 啊！先来躲一下。这个战术枪托。哪里啊？在这个隔间。谢谢啊。好像。哎、欸，我们在圈边呢，那直接叫好了。我、哦、附近有个人。对，好像有那个拿狙击枪的。那叫空投吗？可以啊。我就直接进圈叫了。好。嗯确定是这里的。我、哦、靠，身上好多。强化，还是雨越下越大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三级头。我有了，啊、那给我吧。对，我剩下五罐止痛药、五罐能量饮料，还有一针。哇，怎么那么多啊？给我一点止痛药吧。好啊。斩鸡头。哇塞！哦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。我这一栋的一楼。哦。看到。掉下来了。掉下来，掉下来。哦，掉附近。完全掉下来。来吧，我跟你那个。哦，好。这里。AUG。我把四倍镜拿走了，医疗包。我没有战术枪托 ，A 换 A G 刚好。啊，你要战术枪托？不用，不用了，不用，因为 A U G 没办法装。
哦哦，这里又一个三级头。我们是都不用。要不是我只有一个头，我觉得需要那种装备可以捡起来，然后放在身上。是的，这里有一个那个突击步枪消音器，我有了，那给我吧。掉地上。哦，有没有新的三级头啊？在哪里？在里面。这一栋几楼？一楼。好，搜一下。马上就被爆头了。有啊，现在在大厅地板里，这里。我看到，好，谢了。虽然没有损害的很严重，不过可以换就赶快换吧。你操，还要全新的，换起来。起来，我觉得我们该准备车子哦，以防随时要保全，因为这个位置不太好，如果要保全的话，有这有辆车，烂就是有东西掉下去的声音，再往前找好了，我往路上找，这里还有一台摩托车。Autobike， 我骑着 Autobike 跑一下看看。乌鲁塞 ，Bye， 维基 Bye， 牧场骑。哎、欸，超近的、欸。还是要去 Power Grid。好啊，我觉得可以在这里再搜一下，看有没有缺什么。你还有缺东西吗？我想要捡一点762级。现在只剩下三级甲。反正这里的那个公寓没有大洞。哦，416哎，看一下枪号。16，嗯，刚刚那个换 AUG 的那个不就是？我没有去，我没有等你把枪换，我就走。六倍金的这儿，又在找，看不到。有了，他跑到你那一栋哦，在一楼。嗯，里面吗？北边的一楼，没有外面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跑里面。嗯？哦，那就奇怪，没看到人。三级头，现在是三级头大拍卖。好，炸完就跑圈了。嗯，有枪声吗？刚是不是有一个混在轰炸的枪声？我没有听到哎、欸。好吧。嗯、哦，多巴哎。
我弹窗了。嗯，我弹窗了，挂掉，刚上机车就弹窗，是还好，你刚好在圈内。对啊，我还有在移动吗？你现在卡在车上。我看到一个 AI 了。哦。干，我刚刚的姿势超屌的。我刚刚是两只手反手在握这个摩托车的握把。诶，嘉颖你要上车。等我一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直接跑过去就好了。嗯，舒服先进去堵人哦，我觉得应该会有人。前面有人吗？不可能。这圈也不大嘞，我觉得不起了。因为我猜他们有些会躲在皮卡多，然后不知道怎么上来。哦。所以要去这里还是去这里？去比较高的地方，然后先把附近扫一扫。先去 Power Grid 确定没有人好了，我觉得。原来圈已经缩这么小。我猜那个皮卡多的人在护那边护区，刚刚狙击打死人。有吗？黑洞大洞感觉好像还没有人。另外一栋是吗？空投170，有车声吗？有蹦的声音。有消音，听起来在对130-140左右。哦，不远，两个。卡98在220哎。对。不对，200。他有两个声音，有两个声音。对对对对对，一个是卡98在200，然后刚刚有一个很轻的那个点击的是在那个130。就140的跟200在打架，有可能。哇，看来位置在140那边。那我们要去看一下吗？还是先进圈，先进圈。他们也太激烈了吧！你看，等下来割稻草，割韭菜，前面好像没什么遮蔽了，有要用棱线躲。
有看到了，哦，他在顶我们这里165，没有，是吗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，突然间移动。他应该是堵车后。刚刚有一个中两枪车子的那个，有个离你们蛮近的。第二辆车要冷线。二干，我挨了一枪。有240的是三个人哦。倒一，一方向那个我开了他一枪，还有一个还在跑步，然后一个在上面，还有一个在山壁上，下不来。靠靠靠！要靠快哦！下烟，我下烟哦。好，包一下。又干，你在瞄我？现在剩几个？有一个从上面跳下来的。这里一个190，我看到了。中两枪。这里一个，你的罗盘坏了，我再补一颗烟雾弹。剩下三个人。在这里哦，好，过去，我过去。哎、欸，我们在圈内。对，我们在圈内。对，我们在圈内。对，还有一个、哦，还有两个人。哦，我的罗盘坏了。我扔巴拉，二干，他在我们隔壁小房子，这里，这个，救命啊！苏不要上去是不是？我、哦、干 ，Groza 靠背我打他脚而已，两个人在这里哦。还有一个在后面，我看一下，他跑过去，他压过去了，在刚那个地方压过去了。啊，他不知道我在房子。为什么生存时间只有9啊？然后吃鸡等等，9分钟就结束了。可是我是写30分的。
而且只有血脚。应该是因为你中途断线的关系吧？哦，对。那扣太多时间了吧？没有，就重算了，他就整个重算了。哦，所以就是刚刚你连回来之后生存了九分钟。干，刚刚牙枪，刚刚牙枪要爆发了，好恐怖哦！反而是我刚刚就直接泡掉，我刚刚只打中他的脚一枪而已。整个大爆发，干三个都我杀是怎样？超猛，真的超猛。然后还点掉两个人。刚刚三番对狙的时候点掉两个。哎、欸，那边就是那个原本在200那个一整队都是你点掉的，好像。没有，我点掉两个而已，我点掉两个。哦。因为我就看他直接趴地，好像想打药、啊，可是因为他不知道，因为他趴是想要挡那个200那一边的。嗯。对啊，我就刚好点得到他这样。那等于是腹背受敌，那个位置正好一个棱线啊，所以可以躲得到。啊，我们就刚好，因为刚好有个那个背面嘛，对，就直接这样躲。而且我是两边各点掉一个，我不是点掉那个单边两个的。哦。我就看有一个一直在跑啊，我就开始一直在那边点他，因为滴滴刚刚应该也在点他，有一个就是200那边一直在跑，想要往我们这边跑的那一个。然后对啊，你后来丢了一个烟雾弹不是吗？然后烟雾弹快消失，我又补了一个，然后他一直看不到，这样就走了。因为我有时候两边在对打的时候，最需要其实那个烟啊要下在就是其中一边这样。对。就是要烟抢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个既然另外一边已经先对到我们了，我就先挡另外一边这样子。我不要，如果同时两边的枪都盯在我们这边，我们就完蛋了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要只有一边。所以他跑了，然后跑去跟另外一个岗。对。好恐怖哦。刚刚那也算打得很好，很好，可是就很恐怖啊！没错，而且我其实，不知道是第二个还第一个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炮枪，只是他更炮这样子而已。所以我后来拉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连中好几枪，然后他就先倒了。嗯。两个都很惊恐，对啊，两边都很惊恐啊！就啊，看这人怎么在这里这样子啊！然后我好像又要跳摸奶的。摸奶，奇怪，我不是昨天跳过，为什么看到下一个？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记不到。而且我刚刚是满配了 M4， 所以很好压。哦、M4 满配。对啊，就是而且还是补偿哦，已经不是消炎了。嗯，补偿锤对压枪的帮助更大。然后有枪托这样的。我还是不太熟 AUG 啊，刚有点下拉的有点太多。就是因为它太好压了，你知道，就反而压过头。对啊。就刚跟 Groza 对枪对输，Groza 就是压得准，很恐怖哦。对，因为他76，他伤害又很高。对。偷看 Paradise， 有什么人哦？真的假的？
真的，朋友袋上面没有。有，有人哦，有人在我们这边，两个。本来是我们这边竟然有哎、欸。三个。他可能有任务啊，有个转弯了。两个转弯。看，有一个在我这兒。没有，三个在你那。看我跑，鸡掰。跑得掉吗？我看不到人在哪，他们好像都没有 掉在那个树林里面，没有，他们好像掉在房子，对，他们都掉房子。所以你跑掉吗？还没，坏头啊！我去找弟弟了，有人在我这边。Really？ 好像有。应该是我救的，奇怪，怎么没看到人？我哪里有把冲锋枪啊？你哪里去？树林那边小心一点哦，因为他们出来就看得到你。哦，离圈有点远。我没有背景。嗯。奇怪，他们到底是跳哪里啊？他们跳这啊。是在打舒服？哎、欸，不对，打 A。对，是我说，我说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在这里。有，我看到。而且我没有补品，击败。我看能不能去打他，我去抓他。是哪？对的。他一直很专心在打舒服。舒服急救包给你。好，好，好，好 ，OK，OK。Okay, okay. 欸，干，我急救包没有捡到，真假？你先趴，你先趴，我再帮你看一下。弟弟，你寻一下，我也要打药。嗯。没有绷带之类的。你看到了？我这里还有个急救包。我想个绷带就好。哎、欸欸！你躲树，对对，你先爬起来躲一下。我干！好，我有看到这房子，这房子。有 NW 方向，打爆了！我回去这边哦。看不到另外一个。打我那个是怎样？去哪了？就滴滴，你再看一下哦。我祝福我，我先救你。不干，我被秒了。祝福你有药吗？没有。你有药吗？没有。我丢一个，我丢一个给你，我丢一个。嘎，我被狙啦！到底好，在地上，在地上。到底谁那么无聊？不跑圈，在那边一直打。
身上都没药了。我靠，这一开始的时候也太 hardcore 了，对吧？没有药的，没有药，我身上完全没有药。还有这里有一台车了，我们还是要先收一下药。我们的不不不，我觉得我们要走哎、欸，先走先走，好，先走先走。因为有药的话，应该被他们捡走。来吧，嘉颖，等我一下的，我捡到药了，等一下，我拿过去给你们。好 ，OK， 走吧。走走走走走走。我标点。就我应该会倒在圈外。这边切西瓜比较没关系啊，对，因为这边的那个地形比较没那么糟糕。不要撞到东西喷血，应该是都来得及进去。我怕打滑。可以进来了。哦、shit！ 哦，有人。好，到前面这里，到前面这里。Cool Camp 还在打架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停停停。啊，停停停停停！啊，我赶快丢东西，你们赶快补。有这边有急救包。这还有五个绷带，看谁要先用。嗯。我会打急救包。我只有绷带。这里有脚什么的，可以换一下。两百四空投。而且是人家叫的空投，这有把 SKS 三倍，没有要 SKS 吗？我是不用。找不到 boost 哎、欸，天哪！没有背景，有个 AI 哦，三百在房子后面而已。喂，二一，要去劝架吗？我觉得不要了，现在没有这样的，没有那么多补兵。对，全来了，我们还是要，我赶快进圈，我们赶快进圈，往250那个房子过去哈。哦，距离布 camp 越来越近。前面有枪声哦，前面这 是滴滴打的吗？对。哎、欸，拜托给我捡啦！干，你真的是，我靠，讲好像是我有一样。妈的，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我们隔壁在动有人哦，隔壁在动有人哦。走走走走走。
等下先分啊！操的！我也是一个不死都没有啊！说不死他了，我连急救包都没有啦！操！没有东西，不要急啦，等一下过去就一起分嘛，先把先安顿下来，先进圈呐、啊。我们第一次有队友、欸、然后断线。这是什么开玩笑的事情？回来了。要拍档吧？拍档吗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我靠！腰啊，要换地方吗？不要。
太恐怖了吧！哎、欸，有脚步声，有。哇，好多脚步声，两个。靠背，我这里没忘记上膛。我队友这里超多盒子，在下面。在隔壁那一栋。哦，看到了。他在干嘛？他在救人。来了。在他后面。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跑掉？我不太懂哎。你不觉得这很诡异吗？为什么？那上面，哎、欸，有看到。嗯、欸。他应该不抢这个。结果他打死 AI 了。还不错。有啊，这里明明就一个哦。哦，在外面，他不太会变位，因为那个刚是在他楼下。左边，他被打死了。还没有那弟弟。对，要膨胀了。有两个脚步声哦。有在底下。他真的不太会变位。里面，就在里面哦。外面。上面有一个，又进来一个，对呀、啊，上面还有一个，上面那个是厉害的，来了，他在楼梯上头、欸，他有可能要跳后面，有啊，他把弟弟的头抢走了。他跳下来了，哎、欸，没有，他还在楼梯。在外面呢，也有可能是朝窗外打。对，我觉得他应该在楼上朝窗外打。对，在右手边呢，上去右手边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他跳下去了。
你要把自己炸死了、欸。他吗？对啊，他把自己炸死了。死对啊，他把自己炸死。这个脚步声不见了、欸。我看到一个什么 Alan 那个是他吗？对对、啊，就他的他。你去把那个，你去把他尸体捡一捡好了。他在哪？外面啊，圈外。另外一边的样子，在围墙那边。对，不是这 AI， 你再往旁边走。没有，另外一边，围墙，不是这个围墙，在外面的围墙，对，靠外面的围墙。我刚好看到那个尸体，在这附近的样子，出去的树那边是不是？有吗？诶、欸，没有诶、欸，他到底在哪里把自己炸死？是打死我们队友的是那个叫 G E X 什么东西的？没有，我们队友是 G E X 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真讨厌，他把所有子弹都捡走，瞬间回归安静。嗯啊，算了，后悔了。进，哦，你要单打独斗，就缩圈了。很想睡觉。欸，那个什么拿坡里披萨世界披萨锦标赛冠军里面有一个是 Gino 披萨，新北 Gino。是啊。我们那是叫 Gino 还是叫 Tino 啊？什么 Gino？、哦、好像叫 Tino。就我们那个短桥那边有一家还蛮好吃的那个披萨。它连锁。对啊，我忘记是叫 Tino 还是叫 Gino。都获得世界披萨冠军，不错哦。嗯，我想想。这个山好迷。结果底下推文第一个就是还不是靠炸鸡赢的，干，真的很靠北。那不会就炸鸡好吃嘛，对不对？那人说还不是靠炸鸡赢的，超靠北。那個、空投不知道掉在哪裡。空投的飞机到底能不能安静一点呢？其实它草有一个另外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趁那时候跑或移动。
可是我就哇，他杀四个哎、欸！哇啊！哦 ，Cool Man， 这是击倒、击倒、击倒，然后最后干掉，最后一个直接干掉，就变这样子。这为什么这张图大家会倾向跳 Bootcamp 还有 Paradise 声音？就是缩圈呢、啊，主要就是在缩圈的战略上。不然缩圈一直缩，一直缩，一直缩，因为这缩圈时间很短，太快了。所以在那边卡进去，在那边胜利的话，你还是有机会活下来。可是不要卡进去之后出不来。在其他地方你赢的话，很有可能就被毒死了。对。好像都没听到枪声。安静。对啊，一般枪声是1000米嘛，所以等于啊，可是 DD 又已经很靠近 Bookcamp 和 Ben Paradise 啊。那不就是这两边没人拿狙击的枪在那边打，因为狙击枪是1000米啊。不过现在只剩下16个人了，所以这场算是死蛮快的。主要就是刚刚应该一堆人跳拍狼啊，然后就拍狼太屌了，一堆人。因为刚刚我看我们那一开始的人应该有20几个。是超靠背，我一下来还没有枪，然后就被一个拿着物资追杀。我一下来就看到那个拿物资开始在打我的时候，然后我捡到的是红点瞄准跟全箱，还有个一级包，我就知道我完蛋。因为我一开始落地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一定要先。离人群远一点，先捡到东西，因为我落地时间已经慢了。对。看一下，我去搜一下他哪一家好了。新庄、芦洲、府中，府中有一家哎，4.2颗星，167个评分。但芦洲店竟然有605评分，还是4.2颗星。啊，好啦，这一场打完我就要玩黑哨了。今不礼拜五吗？我现在比较倾向玩黑哨。哦。我看他的蹲犯看起来很屌。哇、哦，那 QBU 点得很准哦。QBU 我还没抓到那个下坠什么的那个特性，它其实就跟 mini 很像，所以你就把它当 mini 来使用。对，它的下坠比较少一点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哦，这个是 AWN 哦，对，这是 AWN， 就在你那个区，对你前面这一区，房区里面，在房子里面，他应该在房子里面，只是他不知道跟谁对局。你可以继续归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就在这边归到他们打玩家这样，只是要小心有没有其他人。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卡那边还不错，
哇，那个 AW 还在圈里面，看这个这一圈实在是很贱的，哪有人输在这种区域的？很超靠谱。中间卡一个湖是怎样啊？那个是湖，那是水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好像是一个低的草地的样子。就是它可以，它可以走，可是它的确是水。哦。对，就有点像那个废墟那里那种感觉。他下一个圈再收到那里，再收再往湖里面收，就更北蓝了。剩十个，这边是圈吗？还没到，不然就这颗石头了。这里会刚好是被切到。前面那一颗石头了，只是你要小心有人盯到你。又在缩圈了，所以他们会开始跑了。哦，左边的。疯哎！呀嘞！哦，来了来了！对啊，这刚刚那个很厉害的，直接冲上来。哦，怎么狗叫声？我是狗叫超大声。好啦啦，就交给你们了。我玩黑鲨去了，那休息吧。啊，休息啊。